开门，开门！严峰，给你拿牌儿。我这牌儿这么大个儿。严峰，哎呀，我的个娘哎！怎么听到有锅子的响声啊？哎，韩哥，哎呦呦，韩哥您还带肉了？不是，这有好多肉，哎呦，哎呦喂，我们已经饿到开始煎荷包蛋吃了，是吗？来吧来吧来吧，我来弄吧，我来给你们炒几个菜吧。要吃什么你们？辣椒炒肉，然后香干豆干炒腊肉鸡，好。